只要我有钱，跟谁都有缘。考虑考虑吧。像你这种奇葩，想砸钱利用我当你的生活助理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酒是促进情感交流，诱发酒后乱伦，吐露真情的最佳催化剂。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。